团法人台湾省地基联合会2020至2021年度会员大会，请主席宣布大会开始，请第二副总监卯进祥师友鸣钟开会。好，我们的会员大会开始选举。好，好，等一下，好。好，容许我变更一下议程，我们要有这个选举，所以我们在这边先做个临时的布局哈。来，我们有来这边有师友临时动议提案人，常务理事严立文，常务理事吴国伟。各位好，我是政代表胡俊。案由撤销国际狮子会 MD300C 所立区2019-2020年度向国际总会提出之从化区界提案，我有制作书面的那个报告，请议事组组长来说明，谢谢。各位长官请坐。那我们因应这一次的会员代表大会，既然有会员代表以及常务理事提出这个临时动议，那我们议事组这边我们就根据我们社团法人台湾省国际狮子会第七联合会300C 属区2020-2021年度的年会暨28届会员代表大会的议事规则来做审查来看一下说这一次的临时动议是否符合规范那首先我们的这个提案格式必须依照案由说明跟办法来送交年会的议事组那我现在审查这个内容这个提案人有常务理事吴国伟严立文吴福俊所提出那他们的案由是要来撤销国际狮子会 MD300C 属区2019-2020年度来向国际总会提出的从化区界的一个提案那我们临时动议在我们的议事规则里面我们是规范说出席代表如果有临时动议必须经该会首席代表的联署以书面或口头于议事程序进行中提出但是如果口头提出时应该由出席代表三人以上复议那我们本件提案人是常务理事吴国伟严立武胡文俊先生原则上是符合我们的出席代表三人以上的一个提出那那本次的一个部分，本次的部分议事组因为属于临时动议了所以我们年会的部分除了选举以外这个部分我们也将这个临时动议的议案纳入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提案那他来的提案说明里面第一点我们国际狮子会300C 属区2019-2020年度总监徐雪珠向国际总会提出从化区界的提案未给本区全体师友充分了解及沟通内容致使众多的师友抗议反弹且相关资料均未移交电脑档案易照删除所以多数师友要求撤销原提案经300C属区师友公决后再行提出新区界的一个从化案那第二点此从化区界案不符合本区社团法人台湾省国际狮子会第七联合会第5章第13条
关系会员权利有关之重大事项决议。那第三点，此从化区界案于2019-2020年度未举办实质会员代表大会，现场投票通过，实属无效，请予以否决。那根据他们提出这个书面的办法，他们是经由常务理事会充分讨论过后，然后经由这个临时动议的一个过程，提请这个会员代表大会来公决。那等一下这一个部分我们也请总监来做一个主席来做一个裁示，这样子。好，那我是临时安排为主席，我想这个由人民法来做这个人民团体法来做这样的规则。那我们以上有提出这样意见，尊重大会的这个安排，如果待会我们以这个公投来做决策，好不好？如果同意的，请给我鼓掌一下，好不好？好，谢谢。还有没有？好，谢谢。那我们现在呢，我要几项那个要点要跟大家提示哈，因为等一下我们进到社福馆去选举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正代表的名牌，你才可以进去上四楼选举。那选举的时候，你可以用印章还有身份证来领登录哈。那我希望哈，我希望因为我们今天由常务理事会来提了这样的一个案哈，这个沉积在我们心中非常久的一个案哈，希望借由所有正代表您的意识来投下这神圣的一票哈。如果要撤销这一个案的话，就请盖同意哈。在这边我要跟各位稍微的解释一下哈。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就是要去再等一下呢，我们回来这边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表演的节目，还有就是要来摸彩。那请摸彩组的把摸彩箱呢拿到台上来，记住摸彩大奖一定要本人在现场，所以我们希望摸彩券都能够写上分会的名字，师友的名字，以免丧失您的权利。记住，等一下我们大概就是一点的时候会回到这边来进行会员代表大会哈，有一些讨论提案要通过，那也要宣布选举的结果。记住一定要有这一张正代表才能够上四楼去领取选票，投下你神圣的一票哈。那就是我们的准总监杨友仁，还有准一副毛敬祥，还有准二副王宝秀，以及三位第三副总监的候选人的选票，以及这一张公投票。请你如果觉得撤销300-7实力区这一个案您同意，请撤销拆300-7实力区这个案您同意，你请你投同意。好，我才奇怪耶，我干嘛给他看我啊，你打住我了，睡啦，哎呀，加油。那就容我今天这个代理主席，我们就来宣布今天的选票的结果。总监当选人
杨友伦408票。那再来，我第一副总监卯进祥402票，感谢大家。第二副总监王宝秀396票。第三副总监当选人杨耀忠247票。好，感谢大家。那我们请来接着。好，那我们。来，我们监事呢？好，陈中海，好当选，当选名单呢有陈中海、林朝妍、林玉胜、梁金德、蓝如华、张富凯、许富华。待会要开会哈，好，好再来。好，理事当选名单：杨友伦、卯进祥、王宝秀；第三副总监当选人杨耀忠、黄敏玲、黄国峰、陈淑慧；蔡市长彭德华、陈学强、谢瑟斌、许世俊、林梦丽、张阿元、林良阳、施纯恒、许阿琴、施龙贵、赵雅慧、黄明杰、宋文雄、黄千燕、张秀段、沈天水、陈静香，请到当选名单的室友们到社务馆，我们开理监事会议。好，恭喜新当选的理监事，请到我们会馆的四楼开第一次的理事会监事会。我们开理监事会，好。好，都好。安尼，做你干掉。我啊，400几票都有诶。这400多。十几票，十几票人替人买豆啊，人。现场吗？好，现在我们公投的票数已经出来了哈，同意，暂缓哈，就是不拆区，就是同意不拆区哈，不拆区同意票315票哈，有过门槛。好，现在来邀请我们许天生总监，刚才好像在现场。许天生总监，来，请来抽出